前，考古学家往月世界底下挖100公尺后，发现一枚晶片，引发各界热烈讨论。据了解，这枚晶片是距离我们足足有1000多年的中华民国所制造。初步研判，应该是2019自行车环台公路赛记录影片。在那时，有一所名叫唐荣国小的学校，满山满谷的学生来到现场加油，此起彼落的加油声超越现场气氛。后续发展还有待学家研究。